我们俩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强。坐着说了是吧？后来就坐着说了。OK， 开出就坐着说了。OK， 就搞那种就是那种时候，一会儿我们站着，一会儿蹲着，一会儿坐着，他一个人就坐着。摆造型，一会儿在水里，一会儿反正锁机，你就照讲。睡着了，吃瓜子。OK， 先把这场做了，然后就坐下讲故事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老罗要开始讲故事了。你也是看得起我。问了一句，然后呢？两页纸让我一口气说完。应该给军哥再配一个醒目，哪里断哪里接就行。哪里断了接哪里，哪里断了接哪里。嗯，断一断啊，茶没有是吧？听评书，笑给钱了。三，哎呀，别逗我了，别闹，别说话了，来，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看着他们起来了，没事，十还是十，噩梦的那一场。哎呦，什么？没事啦。哎，师傅，温叔呢？醒了就知道找你温叔，可比你师傅良心多了啊！咱们走吧。你走去哪？天下之大，你我三人何处去不得？不过离开此地之后，还是要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把程岭身上的刘玉甲取出来。那取出来之后，任他砸了，砸了，管他呢。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有，全抢了回去吃。上你妈的桌！砸了，真的卖了吧？砸了，扔了，埋了。反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我这还抓了一半。我老问这句啊，那取出来之后呢？是吧？开始，大哥，立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救你啊，二哥！黑哥可以再前一小步。哦，还太多。OK 啊，谢谢，来。你知道吗？